先来看一下昨天拍的这些截图。其实我原本是没有要看的啦，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昨天拍的都是一些揣摩的照片嘛，这很明显。我第一张就是这个揣摩的照片，我想说也没什么好看的，都是一些破图的。然后我昨天看着看着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我拍的太好了吧，所以就来回顾一下昨天拍的一些照片什么的，就来看看吧。我昨天拍了大概99张，然后我删掉一些重复的跟一些误按的，就是不小心按到的，然后现在有94张，也是蛮多的。第一张你看，第一张就是左边右边这个左手边右边这里有一个破图，就是不是破图，它那个穿模穿过去，所以这边变透明了。它这边原本是那个 3B 嘛，就是一开始这个游戏岛游戏树的这个岛，它这边有一个悬崖可以上来，然后它这边旁边是一个山洞，这是一个路口。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拍这个穿模，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刚好路径的一个奇怪造型，这就是那个嘛 Sky 的那个。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Sky 是不是我说的那款光遇的游戏，是吗？是光遇吗？我不知道，那真的应该是了吧？不是的话，也是同公司出的吧？啊，下一张，下一张就是我拍的神画面，这个同时拍到 3B 外，又拍到这个 3B 里面山洞里面的这个，还有这个山洞怎么会有隔音板？这是吸音棉吗？这是什么？看不懂是什么？而且还有落叶，这个落叶是从外面飘进来的吗？这个很混沌两极的一个画面，而且还有拍到这个什么炼金工坊的角色，还不错。这张真的拍得太好了，我还拍两张，一张是不知道为什么头会歪掉的，很奇怪。就是这里有传送门啊，我好像昨天有进去过一个演唱会的现场，就是播影片的，偶像大师吗还是什么的。第三张是我重开这个游戏的时候，然后就是在初始那个岛屿，那时候我在测试照相功能啊，然后它那个树变透明了，所以它这边是一棵树啊，然后它现在变透明，所以就拍到站在树后面的我，这个也是非常深的一个照片，因为我竟然可以拍到在树背后的照片，厉害吧？然后接下来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很大的照片了，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觉得拍得很大，照片拍得很大，这几张都很大，看到感想就只有大而已，没有其他感想，就真的很大。然后这张是这几张旁边还有这张都是那个，就真的嘛，这个雕像太大了吧，就像我刚刚说这雕像太大，所以现在都只能拍得到脚啊，只能拍得到脚而已。所以这些是只有脚的照片，还有如果要全身入镜的话，也只能这样拍了，对吧？要拍到全身的话，只能这种角度了，因为这个雕像真的太大了，有吧？这个是拍全身的部分，还有另一个角度，差不多角度。到底这个在拍什么？从这么下面往上拍，还有这个在拍腿吧？也是那个取景角度也是非常好，这几张真的拍得太好。哦，这里哦，我左边右边有拍到这个龙，不是啊，可是我们重点是右边，我会讲右手边的，右手边的这个，在右手边左边的这个炼金工坊的主角，还有这个，这也是腿部重点，白皙的大腿。为什么我拍的这么好啊？大家来看这个白皙的大腿，还有还是白皙的大腿，大屁股。为什么我在拍屁股？我不知道。我跟屁股合照了，还不错吧？这张拍的可以吧？还行吗？不行吗？我觉得拍的还不错啊，然后你看，我终于有拍到这个，应该算正常了吧？我是正常的在拍这个合照。那你问为什么会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就是
因为这个自拍镜头就离我脸特别近啊，所以就特别大，没办法。如果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大的原因，我也讲不出什么。这个是另一个角度，我现在好像变得蛮正常的，现在我的角度都抓得很正常，是一个正常的角度。但是唯一缺点就是我的脸特别大而已。我觉得重点不应该是脸啊，重点不该放在这么大的脸上面，应该放在这里，重点应该放在这里，这才是美好的画面。这两张拍得太好了，然后还有这个，这张我也蛮喜欢，就是这应该是我昨天唯一有拍到的，就是我在跟影片合照，这个是它后面播影片的时候，然后就是可以拍得到影片的画面，不然平常就只有影片封面而已。但是它那个影片里面的东西，就是你跟影片合影，感觉好像。就是你要抓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好拍到那个适合的时间点，才有办法拍到美丽的画面。那个要一点小技巧，不然那个你如果晚按了1秒，它那个画面就没了，就拍不到。所以这个非常难得可以拍到这个影片的这个画面。这个是那个看板吧，然后我就。把脸埋在那个大腿下面，很诡异，但又很好笑。就是我的脸是从那个面板穿出来的，我拍了好多张吧，我记得这是其中一张。我的脸从那个大腿那边穿出来，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角色的穿模照，在做健康检查的部分。这边有白色的裤子，他的白色底裤。这是我啦，这个人是我那个时候在拍照，那个时候拍不到上半身。这个也是，哦，是这个角色。那个我昨天看，觉得这张拍得太好了，就是他刚好有摆一个 pose，然后我跟两个人合照，然后重点还是这个后面有一个人在这边看着，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下一张是这个，感觉好像被这个叫什么啊？被骂了的感觉吗？所以跟这个角色的表情还蛮搭的，感觉好像被骂的感觉。后面这个呆呆的角色真的很好笑，下一张也是继续合照，但是这个人的表情很呆啊，这个表情也很呆，所以拍照起来都呆呆的。可能他也是要抓那个动作吧，就是你靠近的时候他会做动作，然后再去抓那个时间点，抓那个截图的时间点，然后我就继续的跟这个看板合影了，就是把自己埋在这个看板里面，跟这个看板合为一体啊。这个就像那个什么景点，有时候会放一个看板，对不对？然后他会把那个脸挖掉，然后你要把那个脸放在那个。挖洞的位置，然后拍照，对吧？就很像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把这个人的头的脸挖掉，然后，对，我昨天都没想到这一点，应该是没办法吧？因为这个高度太高了，我没办法把脸放在这里，应该顶多是换成这个吧，变街头霸王，把他脸换成我的，这个就不行，不然这个好像很刚好可以接上去，没办法。我就直接把脸接在这个上面了，融为一体了。这几张真的不好笑，还有这个从侧面拍的角度，就是这个要表达什么？就是表达我卡在这个墙壁里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墙壁，但是我有一半的身体是卡在这里面的。然后这是一个我那时候在这边，那时候我还吐槽说，为什么大家都要跑到这个屋子后面？就是因为有时候会看到有人跑进来，然后你就想说，这个人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有东西？然后又跟着跑进去，然后跑进去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又回来，就是从那边出来，然后又有下一个人看到，哎，怎么有人从那里出来？是不是那里有东西？然后又继续，就变成一个无限循环，就大家一直会跑进去看那里到底有什么，但其实里面根本就没东西。然后我就在这个树下。我就在这个树下
跟这个树流影，这是表达什么？就是在一个充满水泥建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里种下了一棵树，这是因为这棵树是从这个水泥的缝隙间照透进来的阳光长大的，所以这是一个在阴影之中，在夹缝求生的一个充满这个生命力的一种感觉，应该有感受到吧。好，下一张是这个夹在两个屁股之间的照片，我也觉得这个是神作，这张可以选为今年年度最佳摄影了吧，我觉得夹在两个屁股之间的面孔，然后我还拍了两张慢慢浮现的感觉还不错，然后这张也是我卡在墙壁的感觉为什么要拍这个卡在墙壁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卡在墙壁就真的很好笑，所以我也觉得我也蛮喜欢这张照片的。怎么样，卡在墙壁真的很好笑，卡在墙壁里。然后这个也是健康检查，感觉这个人身体蛮健康的。这哦，是他，大家都会看到一些这到底是谁啊，然后这些小结果原来是他，我也叫不出名字来，但是他的衣服好像蛮好看的吧，好像。然后接下来重点就是我们的莱莎，其实我昨天看的时候觉得他的蜜大腿好像不太合格，因为好像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很平滑的感觉，就是他的那个面数很低啊，所以都是一些棱棱角角的感觉。然后虽然他有打一点光，但是他的 3D 的模型面数有点低。就是我们的莱莎的大腿怎么可以只用几千的面数啊，当然要好几百万的面数才可以让他的那个大腿呈现出生动的感觉吧，那种弹性的柔软的感觉，但是没有，所以昨天有点小小的失望。这个是莱莎的屁股，就是你用摄影机照那个莱莎的肠胃镜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什么？莱莎的胸部吧，胸部。然后这个是胸部放在我的头顶上，因为太重了，然后就放在我头顶上，所以我头顶有感觉到一股沉重的压力，就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是莱莎在吹头发，吹我的头发，他在吹我的不是，他亲我的额头啊，就这种意境的感觉。或者他遇到一个很小的人，然后他说哇你在干嘛，然后就亲了一下我的额头。我拍了两张，这是因为昨天这边人很多啊，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时间抓那个角度，抓那个角度，因为我如果慢慢来的话，后面会一堆人排队啊。像我昨天我看我重播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亚米诺秀上他那个立牌，我那个时候一直在舔他的脚，然后后面有人说你拍完了没，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继续站在那个地方了，因为感觉那个地方真的是个热门的拍照景点，所以我没办法逗留在那个地方太久。然后下一张这个是我刚才讲到哪，这个应该是继续观赏这个巨大山峰吗？还是什么？我一直很想讲什么横看山峰侧成岭什么的，没有，我就是在那个这叫什么，观赏那种巨大山脉的感觉吧，对吧？那个转个向，对吧？就是在比如说登山者在远望那种远方，眺望那种远方那种很巨大很高大的山峰的那种感觉，这个图片是在表达这样的意境。这个是谁啊？健康检查部分应该也是莱莎吧，因为有这个水晶罐头，不是罐头，叫什么啊，试管，水晶试管，玻璃试管。然后这个莱莎真的太大了，所以合照的话就感觉身形变得很娇小。基本上这就是莱莎的全身照，因为他这个模型都没办法站在旁边啊，他都会挡住，所以就只能站在后面或前面或是很远的地方，
没办法近距离贴贴，就是要么是后面，要么是前面，没办法站在旁边，所以就会变这样子。然后这是大，大，大，然后这一样是我的视角在看，在眺望这个山峰的壮观的山峰风景的这个感觉。大，哦，没有啊，这个是没有大，只是在照肠胃。照内视镜嘛，肠胃镜、大肠镜，然后还穿透过去看到背后有个人在这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这里也是，大，大，大。哎，回不去了。这三张是我昨天拍的。最好的照片了吧？是吗？算是吧，应该算是今年年度最佳摄影奖了吧？哪一张最好？不知道哎，这张吧，还是这张？都不错。这个是2023，或者是接下来50年内都一样是最棒的照片。它可以在接下来50年都是最好的摄影照。这个就昨天看那个 FF，真是太令人失望，不想多说什么了。Square Enix 已经陨落了，没救了。Square Enix 在此传奇在此结束，就是那个每年都会有能量饮料，已经不想再讲了，看到腻了。然后昨天这个超好笑的，我昨天没有特别注意去看那个，但是看到那个照片还是觉得很好笑，就一对春丽，然后再跟春丽对打，然后等一下后面还有我跟那个春丽的合照。哎呦，我昨天没跟春丽合照，我昨天是站对面，合照的话应该要站同一边，但是没有，昨天没注意到这点，然后昨天好像也没有跑去观察那个春丽的大腿什么的，没有近距离观察，昨天没注意，因为昨天人太多，没什么。在看那个，因为我昨天一心就只想拍那整个这个照片，对，这个就是我昨天在拍这个，但是我的手做不出动作啊，然后我就呆在那边，因为旁边好像有一两个人在旁边排队的感觉，没有这个，这个放大的话要在游戏里才看得到，昨天我有放大来看，然后这个真的超好笑，根本就是。可打得赢吗？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赢，不好说。那个格斗游戏的角色都不能光看外表，他们多用一些奇怪的招式，搞不好打得赢，应该吧。然后这个是在文艺下，就是问一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忘记了。他不是爱书绿，他是另外一个什么？忘记了。我就是问他意下，你今天意下如何的感觉？后面还有一张，都是在问这个为什么你要这样举着枪，到底是想表达什么？还有这个是昨天在骑野狼，少年呢，你敢有行过野狼155的这感觉？野狼，完了要被检举了，快速带过，请看昨天的重播，然后这个是。这个是2023年度游戏展最佳造型奖 Sky 的这个，它这个到底是什么鬼？每次看到路上有人戴这个，就觉得有个好笑。到底有个挡路的，不要弄那么大的造型啊，超挡路的。而且如果这游戏有碰撞系统的话，穿这个造型的人绝对会把路上的人全部撞到悬崖下吧。这个都每次看这个造型，不管每次怎么看都觉得好笑。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这边拍了一张纪念照，还有这个是不知道什么游戏，但是就是很大，好像那时候也拍了好几张，大，超大，然后那个立牌也蛮大，但是那个角色很小一个，所以就只能这样往上看。可以合照吗？好哦，来合照吧。哇，哇，高度不够，大姐姐可以蹲下来吗？然后昨天是，这个是手上拿着一个不知道干嘛的控制器，然后
就一起合照，那个是旁边的控制器，从隔壁就是其实是同一个摊位啦，就是他摊位舞台中间有一个可以拿的这个，也不知道干嘛的。然后这个是昨天意外拍到的，我好像是在拍星空吧，那时候想要拍那个星空，这个星空，就是那上面有一个露营点，露营不是露营。然后这个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就是哈兹奇，就是昨天一开始进那个初始岛屿的时候遇到的一个玩家，然后就哈兹奇。然后这时候刚好，因为我这已经逛到很后面了，很后面了，我已经逛到最后一个岛了，然后刚好又遇到同一个，然后我昨天有去查一下这个哈兹奇能不能查到，但是我不知道，昨天没看到。搞不好现在有了，但是我不知道，昨天没查到就算了。然后这也是我在自拍，拍这个叫什么帐篷，拍这个帐篷的照片。还有这是我昨天在想跟影片合照，但是影片会一直转。我那个时候想要卡在这个电视萤幕的中间，但是不行，它只要一碰到电视屏幕。他只要碰到电视荧幕就会开始播影片，所以这是我途中一个意外拍到一个我穿模的照片。我那个时候昨天就是要拍这个，这是我昨天拍两张，就是他这个太近的时候会拍不到旁边人的脸啊，就是拍不到，但是觉得这张还是拍得不错。然后但是我第二次拍的时候，这张感觉应该要拍得不错，但是就是还有这个拍到这个人的脸，不是拍到这个人被拍进来了，有人可以帮我 P 掉旁边这个人吗？然后结果就会变成这个人跑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人完全被取代掉，或者是这个人跑到这边跟这个人对话，好烦哦，你们不要乱 P 好不好。然后我昨天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偶像大师，是吗？还是灰姑娘？不是、啊、偶像大师吧？还跟一堆人合照，合照好久。然后我这时候我好像有放烟火吧？这个那应该是我放的。只是这个地方好像真的没什么人。这个地方那时候来看好像人不多，但是这个地方角色我觉得这个地方挺用心的。就是第一是他这个舞台很大，然后他又把很多角色都放出来，而且角色都有语音，就是这靠近的时候他就会讲话。然后这个立牌也是双面的，不是单面的，所以有立体感。就是它不是单面印刷，它背后还有，它背后是镜像的。然后我就拍了很多合照，就是自拍，就是请问一下可以合照吗？哦，好啊，好啊，然后就合照。请问一下可以合照吗？好啊好啊。请问可以合照吗？好啊。为什么？所以这才叫做拍。就没办法，我这个因为他那个立牌，你看我他立牌这么高，哎，我要怎么跟他拍？他们是因为站在舞台上所以才很高的。所以如果要跟他们合照的话，没办法站在同一个地方，就要问他们要不要能不能蹲下来拍。没办法，我手举不高啊。因为那时候一直举着这个相机，手很酸，举不高，只能拍到这种照片。那么这个是接下来人太多，我就没有一个一个拍了，只拍了特别的。这个那时候麦克风还顶到他的头了，我头上麦克风顶穿他的头。还有同时跟两边的人拍合照，我站在那个舞台中间，这是最上面的舞台。所以这个是灰姑娘嘛？偶像大师灰姑娘，是吧？不是吗？哦，请问可以合照吗？哦，可以啊，可以啊。这另外一个，请问可以合照吗？可以啊，可以啊。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年纪特别大，他真的也是偶像吗？是吧？他是经纪人吗？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的年纪看起来跟其他的感觉差很多。哦，是这样子，感觉好像年纪特别大，应该是一个属性吧，就是他那个团体里面需要一个姐姐属性的一个角色，所以就是只有他感觉年纪特别大，感觉都
跟那个经纪人年纪感觉差不多，这个是另外一个最后一个了吧。好，然后这是我在他的舞台下面有一个居家的场景，拍了一个很居家的照片。然后这个是我在困，这是谁的外套的这个意向图。然后这个我觉得我拍的还不错，就是那个时候影片后面刚好，就是他后面有放这个影片，然后他那个影片刚好要拍这个图，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动画做的非常的生动，就是他动画，我昨天也有讲，他做动画做的很好，就是感觉很生动吧，生动感觉。然后这时候就两个兔兔合影，我那个时候好像有想要揣摩的感觉，但是好像没有，我就只是单纯站在后面而已。好，这是最后一张了，最后面我就没拍了，这是第一张，这后面好像就没有了。这个就是我昨天就只是在拍我在那个金字塔穿模了，这个金字塔的楼梯可以走进去。我昨天是其实是想说这个楼梯能不能走上去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想法，然后我接近的时候我就直接穿模穿进去了，所以我就拍一张留念，这表示这个楼梯是透明的。就讲这个就是昨天的 TGS Tokyo 2023 VR。 我昨天是本来就没什么期待，因为他那个建模感觉就很普通，就是很奇怪。我觉得要论精致度的话，去年的是蛮精致的，然后但是今年也不遑多让，就是虽然建模没那么精致，设计也没那么好，但是那个参展的厂商也蛮豪华的，就是除了建模部分，还有他这个其实他花比较多心思是在那个啦，角色的服装跟任务吧。他那个服装有很多，然后还有特效什么的，应该是花时间做。不过我昨天确实有收集到很多，但是也是挺不错的啊，可以在参展过程中换一些便装，就像是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穿一些耳朵那个米奇耳朵或什么其他角色的那些东西，感觉也是不错的体验，就像是逛那种游乐园嘛，就是会变装。然后昨天也来看，就的确是今天，我是觉得今年的人好像比较多，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关系，应该不是，因为我去年也是在第一天就晚上，然后就登录了。然后我觉得今年感觉是比较宽敞，然后人也蛮热闹的，就真的是感觉是一个展览，不像是一直在逛什么那个一个，就是在逛一个空空荡荡的地方。昨天确实人蛮多的，就这样吧。那接下来就明年再见了。明年又是一个很遥远的，但是感觉我们一眨眼就过了，应该是就这样，眨个眼。